看给你手机，不是当官的嘛，那人操，而且聊天聊不着。秦国普通士兵的地位是中下，但是只要一上战场，还要算量，他就给你吃香拉撒，就是重赏，重赏之下，再加上这么多的话，你这士兵上战场，看到这些，比如说敌人的那个头，在那压着把他射死，那就不是在看见的时候，那就是不能，那地位就不能上。所以打仗的时候，别说头盔，一手上光膀子往前靠。打完仗以后，腰上缠一圈那个老虎，或者腰弓长，这就是长军。所以那种光脑袋。在这十一个坡洞里面都是秦砖铺地，隔墙呢是秦人用土一层层夯打。后来用人头挂在腰上，好几两张面。当时秦人从四川那一块运来的将领，带着兵将，这是我杀死的敌人来做。所以秦军打完了。